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，两脚并步站立，两臂垂于体侧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向左开步，与肩同宽，两臂内旋，向两侧摆起，与髋同高，掌心向后，两腿膝关节稍屈，同时两臂外旋。 向前合抱于腹前，掌心向内，两掌指间距约10公分，目视前方。八段锦预备式的动作要点是：头向上顶，下颌微收，舌抵上颚，嘴唇轻闭。 沉肩坠肘，腋下虚掩，胸部宽舒，腹部松沉，收髋敛臀，上体中正。做八段锦预备式时容易犯的错误主要是：抱球时大拇指上翘，其余四指朝向地面，塌腰。 跪腿、八字脚。正确做法是：注意沉肩、垂肘、指尖相对，大拇指放平，收髋敛臀，命门穴放松，膝关节不超越脚尖，两脚平行站立。 预备式的功法作用是宁静心神、调整呼吸、内安五脏、端正身形，从精神和肢体上做好练功前的准备。